好，草丛。他这不让我加你任务，加任务不能进来。对啊，他说无法参加任务。嗯，先关掉啊，走一走再加一下看看。再试一次吧。去外面走一走，放松心情。那我重连一下集会所就好了。就发现集会所进不来，更惨。好、哦，这个情形我有预购啊！我去你的 Steam， 这样真进不来了。Steam 的问题啊，我要重开 Steam 了，又看不到朋友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之前就是 Steam 我重开，然后就好了，连自己的集会所都不能串了。哇哇哇！然后等一下重开的时候，他又跟你讲说无法读取。云端资料，哇哇哇！我舌头还进得来，那应该还有机会。并没有啊，哎，等狙击的时候就更难玩了。嘿嘿，明天应该是开台话题。所以你反星工厂不是还蛮多的吗？啊！这头的图应该是在过地图。嗯。天，花，认识人的尾。连线中。也终于到我了。嗯。大舌头。这三只我都送你好不好？也送你大舌头、大舌头、大舌头。那个薯条。大蛇系列。还是你要大眼蛇？大眼蛇。等下说，你少一只，你少了一只贪啃奇。大眼蛇嘞，还想啃啊啃奇。大眼蛇要摆哪里啊？欸，大眼蛇你，欸大，哇哦哦，汤哦，连线中。被蛤蜊攻击，哇！蛤蜊，他怎么攻击你的？我没有地方装蛤蜊，就是先把肉吃一出，蛤蜊继续放里面，然后就是蛤蜊堆很高在喝汤，哦，滑下来，继续使用我的超解。总该让我接的吧？好像红，耶，接到了。我看看是不是我没有把它强化到底，还是我负雷？耶，负十二雷耐心，负十二雷耐心把我的从一条满血扣到耐心还有第四哎，难怪我刚才满血被秒杀。对我刚好吃。加彩哦！算了，我不拿这套了。欸、这套我们最近这个系列，你有跟其他人说？观众？哦，我是还没说，但是有预告，就是有一个新系列这样子，你可以讲，没差。有个工具人系列，最近会会开。我们最近有工具人团体会开新系列，对，它叫提款机三。对，三个提款机。然后有八个人，对，有八个人要去用三台提款机。走、啊。然后我已经画好那个饼了。哎呦，围兜兜都画好了，围兜兜都画好了，兜兜兜会被丢包，
不是只有你，你不孤单。哇哦！哎呦，我是潘特曼达人加紧装紧抓不放铁人呢。紧装，紧装，好紧哦！紧紧超级装。嗯？隔壁要。的毛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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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我来是，如果我再死掉一次，我就要。哇，默默开了哎、欸！开什么？他进集会所了。对啊，他刚刚开游戏了、啊。嗯。如果我这次死掉，爆炸库还是一样消失的话，那我要去。工具人是杰克。我开很久了，就是你没发现而已啊！居然你没发现而已，我错，退订阅了，错了啦，不必要了。毛有毛有毛，走起吗？还是要等他？看你们都可以。对，等他上来看他好了，看他下来，好开打。哎、欸欸，跑掉了哦！哎、欸，给我下来！没有，他是找我啦。原来你在上面攻击他、啊。我盯他屁股。开打！開打哎呀，这看来是一个性骚扰。提案还摸屁股啊？而且很危险啊！他橘色在哪里啊？嗯，肚子吧。哦，前脚。哦，有这么仇恨吗？哦，麻麻麻，来了。哦，妖修，妖修贵哟。哦，他很爱跑。哎呦，这个大锤，怎样？赞哦！没有，没怎样，就赞哦。他只是想说一下你很赞，用锅都作战。哇哦，都作战！怎么突然用超神盾就超难打？再射啊！太快了啦，打不到啦！哦哦，哇哦，没事。穿起我的回避好了，来拿大大的东西。我、哦、倒了。我看到那个没多好，然后倒了，赞哦！少了一颗酱猪了，我操，有这种回事啊？哦，集成了吧？还没。太黑皮了吧？给齐耶！真的，真的，我的爆炸库又不见了！天哪，太可怕了！去！嘿！哈哈，我的爆炸库19个爆炸库又不见了！你不要带那么多了吧，好可怜哦！没死票就要被干走19个，好惨啊！我好可怜啊，都不理
掉。没事，后面那个弓箭看起来比较过分。屁啦，我们全敲倒喽。还想跑？对啊，怎么跑了？啊，换衣服。哎呀，我的爆炸是59个。哇塞！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健步如飞，一步腾云。这是想来砍一下哎、欸，哇塞！爽啦！灭龙石哎、欸。爆桶耶！我来了，准备了，我要开始我的蓄力东西。等下 ，HT 就用真蓄力斩。好、哦，他怎么会真？然后砍歪。一，来啊！2、3，哎，蓄力斩！太弱，要真蓄力斩才对。行啦、啊，不想砍歪啊，死了！哎、欸，他、没被电死，我可能被电死。哎呀，我已经看到几点？十吗？十啊，你嘞？我想要开11还是10？不要管啊！不要关啊！不关了，是不是？哇操！又是个璀璨的、啊，爱情。哦。叮！是不会啊！要不要教你？不是卡这边吗？是卡这边啊。啊，你就是往背面，你先面对背面，然后在你往后滚的时候，直接就是攻击按着。说真的，大剑真的比较好。哇，好多剑士哦，这剑士看起来好帅哦。什么？来截图截图。看那个锋利的剑士。我不敢切画面呐、啊，贯穿嘞、欸，如此高清，天哪、啊，太高清了吧？太帅了吧？真的，从眼睛穿过去、欸，阿啾。哦，差点就没有了。没关系，我陪你用大剑。来，你看。哎呦，好，那我换武器。他说：“就这么不想跟我拿同一把？”就是不想跟他拿同一把，这样。那就看到我在悬崖旁边一直在玩自己，打你。疯狂跳，疯狂的狂命。哦，我藏怪力哦，该火了，该火了，牙凯，赶快去配个人火，不要出、啊，不会啊，配个人火加猫火啊，无敌，哎、欸，这腿没有 GTA 出了吧？GTA 是很恐怖哎、欸。
什么东西 GTA 出？没有啊，他 GTA 的角色腿很粗。哦 ，GTA 的腿比较粗。没办法，你看，你拿这么大的刀，又拿那么大的锤子，你腿不粗的话，你早就断掉了、啊。你的下盘不够力啊！啊，哇哦！可是他有模组可以修很细，可是我觉得那真的很恶心，没办法，要有比例在。我们不能一个甘蔗竹节虫拿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吧？等等，巨甲虫。甲虫，我看看有人接巨甲虫的任务，赚钱啊，梦梦吧，瞧不起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说谁啊，我没有看的呀、啊。我就跟你讲啊，是梦梦啊。我是。